天上官兵甲瓦官兵新对吧天南这里你们说对个对面碰吧马吉罗金吉罗吧南对北疆这面最最你娃儿扩大了怕也新的这里这些天来karma paye temba jeje shocho ju shindo tusum sanje tenle malun drupe karma cheda jazo jeja chode tendre tajin dele jungjuro jeng dushi le jang jave tenle karma paten tembe nyingbo Chodra Gwenja Chabzin Gyume Che Taba Rabbe Mbebe Tashi Heisho Gwenja Sumge Dema Sange Dan Changjo Semba Kaimje Gen Chinge Chimbo, Chuyi, Yin Nambar, Tajin, Samji, Mijar, Boji, Teji, Shindon, Jura, Yuro, Inji. Yeah.
Yeah.
주시고 영 소발라 땡디 가지 먹는 친모 사람들이 대부분 대회 계속 친모 고시리를 무시 쳐다 대신 깨끗이 연기 미기를 무시 쳐 가지 집들 나네 대신도 라주를 키마 대신 무시 쳐다 대신도 신야 자식 포모 영 소발 탐지기 땡디 먹는 친모들라 통다 발순도 겹조로 세면 나와 될라 닝타바네 몰람 고직소병원에 가진체 슈와당 아니 탐제 데르두이네 계좌치모 준샤바 되게되 질 공사 잡근치모 초기 쇠베 리메베 띠징이 깨진담바 가나 수슈바 탐제당 케바르도 란자남제 매도 강라포베 라글 직부르 줄바 발제용 모상제 까마바 초당 얍세 주버체바 탐제 구제 까발댄징 제린 초더 캐바당 투기 시공 탐지 순지 주바당 대신도 내리 두배 자세를 보면 연속 봐 탐지 세령와 내매바 삼대인 탐지 순지 주바 탱지마이 탱지마기 몰람기 가서 탐지 샬 좀 두바 디지기 가서 몰람 거리 소변에 면도 수유라 아니 몰람 디 우시 몰람 인둔 탐지 렉급 중화래 대라야 잡조 세면 나와라 닝타바네 거진체 슈와당 찹직도 세다 된세 마도와 숨섬 슈에도 상예 주제 고베토네 잡제리 모제 초기 우셔 통제리 모제 자가 당 대예제수 세왕 대예제수라 대된 로마 망부지기 잡제리 모제라 소와 따바 따르도 잡조리 모제 초기 차쟁 원주기 룽숭에기 샤세 상부터버레샤 대예도 자 叫 스페이싱 아 那对所有的众生都变成感受感动，那就大彻大悲了。现在各位可能只会对你的妈妈、对你的儿女，哦，他痛苦了，你就有感动啊，你就心里会痛，那是那个还是个执着。但是佛教希望我们把对父母子女的心态扩大对所有的生命，所以不希望愚昧杀，不希望众生痛苦。所以现在你的身体代表所有的众生的痛苦，身跟心的痛苦。 然后这个药让他精神病好起来，让他病痛拿起来，特别你痛的地方，你最容易感动。哎呦，我膝盖好痛啊！希望他们膝盖都不要痛，要这样观想啊，妈妈膝盖不好，希望妈妈好起来，也容易感动。然后念咒要有这个悲心，所以我们念消病咒，各位不用念没关系，负责消他们病苦，好不好啊？啊，好，开始来。 唵释利多，唵释利多，金吒梨沙婆诃。唵释利多，唵释利多，金吒梨沙婆诃。你特别哪里痛要放在边啊，给你的冤亲债主让他感动。金吒梨沙婆诃。唵释利多，唵释利多，金吒梨沙婆诃。包括你指甲痛啊，长青春痘啊，都要放啊。 唵释利多，唵释利多，金吒梨沙婆诃。唵释利多，唵释利多，金吒梨沙婆诃。好，83页下面佛说八句平安偈，就是说土地有土地公，树有树神，山有山神，天空有虚空神，水有海神、河神，各种众生，我们都要对他好。 然后呢，希望他不要制造车祸啊、传染病啊，啊，因为在古时候地方上有传染病，佛陀就叫我们念八句话，然后他们的传染病就可以消除。好，所以大家念八句平安偈，用悲心哦，对树讲话，对土地讲话，对虚空讲话。开车的人一定要念，那你就不容易有车祸啊。车祸也不是你故意要车祸，但这些鬼神呢？ 看你情况不好，而且你业障来了，那就制造一个车祸啊！所以古时候人会感恩天地，就像各位拜大伯公啊、拜拿督公，为什么要拜他？土地是他的，不是你的。你花了多少钱买了登记是你的名字，但这个土地公就认为土地是我的啊！而且这个土地公不见得是华人，搞不好是马来人，所以叫拿督公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尊敬他。 给他拜拜，他就帮你照顾。像后面一尊福德正神，在佛教里面他是最大的护法，啊，福德正神非常公平，啊，而且超度鬼神要靠他去分配，因为我们找了很多来，他会去管理，会去分配。
啊，所以福德正神也是家里最好的护法神，保护小孩，保护老人，没有盗贼。所以我们华人都知道要拜拜感恩福德正神，千万不要说我皈依三宝了，我不拜福德正神，那不可能的。你用职员不用付薪水，哪有这种好事？啊，他是你的护法，虽然你不是皈依的对象，但是他帮助你啊。所以水有水神，厨房有灶公啊，九天司命真君，门有门神，我们都要感恩呢。好，所以我们念这个八句平安偈来。诸有众神类在土界中者，行坐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慈爱于众生，令各安休息，昼夜勤专精，奉众善法。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麻烦各位翻到二十八页，我们把这两个咒念完，就要麻烦各位去投了。点火了吗？点火。好，二十八页下面辨食咒，所有的食物不见得你给他吃，他吃得到，但是你念这个辨食咒，除了供养佛、神，然后恶鬼道马上可以吃得到，就是这个辨食咒啊。所有现场的食物也叫增广加持咒，念一遍变七遍，变七倍；念第二遍变四十九倍，啊，念第三遍四十九又乘四十九，然后就无量无边，就是这个辨食咒。所以大家跟我念一次来：那么，萨瓦，丹他耶多，瓦罗之地，嗡，三不奈，三不奈，嗡。好，各位就观想变成无量无边，哇，他们吃了马上升天，叫恶鬼升天啊，那这招请来的地狱道恶鬼道都可以离苦。来，那么萨瓦旦他杰多瓦卢之地唵三不奈三不奈吽，那么萨瓦旦他杰多瓦卢之地唵三不奈三不奈吽，那么萨瓦旦他耶多瓦罗之地唵三不奈三不奈吽。二十九页经常念这个咒，然后点个香或食物，有什么功德我们再复习一遍来。一，受者的利益有三：一，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二，恶鬼升天；三，婆罗门仙诸根具足圆满吉祥。二，施者的利益有十：一，具足无量功德；二，寿命延长；三，成就供养无量如来；四，颜色先结；五，强记；六，夜叉罗刹鬼等结位；七，心得清净；八，正梵天威德；九，于诸怨敌常得胜；十，三宝意念诸天永护。可见经常施食并念诵辨食真言，对受食者与施食者皆能获得大利益。所以这里面有写的恶鬼升天，这些婆罗门仙啊、神仙都圆满。那我们布施的人呢，各位不用怕鬼。第六，夜叉罗刹鬼，因为你念这个咒，他不敢欺负你，因为这个咒叫无量威德，你的外表变成上帝，就像四面佛一样，叫正梵天威德，而且没有人可以欺负你。那佛陀说，慈悲才是供养佛。释迦牟尼佛说，你用百千万亿黄金买的食物造佛像供养三宝的功德，不如一口饭慈悲心布施给动物、布施给鬼道吃的功德啊！因为慈悲的功德是最大的功德。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3月7号星期三，神变月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0兆倍。上午8点半，新店大明讲堂，八关斋戒、护身、点灯、供水、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3月9号星期五，神变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亿倍。上午8点半，板桥悲愿讲堂，礼拜慈悲三昧水忏。联络电话：02-2951-0355。3月10号星期六，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1000劫，神变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亿倍。上午8点半，板桥悲愿讲堂，八关斋戒暨恭诵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联络电话：02-2951-0355。3月11号星期日，念地藏菩萨卢舍那佛持斋除罪1000劫，神变月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兆倍。上午8点半，板桥悲愿讲堂，八关斋戒暨恭诵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联络电话：02-2951-0355。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点是海涛法师日本7日参拜之旅，恭请海涛法师领众。日期：4月18号星期三至4月24号星期二，共计7日。行程安排：世界遗产高野山、金刚峰寺、奥之院、前蓝大塔、大阪寺院参访、比瑞山、大阪神户古寺等等。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联络电话：02-2550-9900，02-2550-9900。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英国慈悲协会举办2018年国际短期出家体验营及慈悲菩提福慧营，可自由短期出家。海涛法师慈悲置业2018年暑假将在英国伯明翰举办国际短期出家体验营，目的是为了让旅居海外的青年学子或想出家却因缘不具足的佛子们，皆能暂时抛开世俗的烦扰，来参加出家体验营活动，亲身体验僧团生活，并种下未来是出家的善因。今年营队特别为了引导有志学习佛法的海外华人有机会认识佛教、亲近三宝，继而明白因果，启发菩提善根，特别开办慈悲菩提福慧营，为初机学习佛法者开启一条学佛之路。短期出家体验营与慈悲菩提福慧营的佛法课程和动态修持法门是共同学习，唯有教授出家律仪相关课程与受持律仪有所分别。日期：2018年8月4日起至8月12日止，计9日，请于8月4日中午12点前报到。8月13日至22日将安排英国随师弘法之旅动态营，报到地点如下。参加资格：凡年满15岁以上、60岁以下，无顾忌之身心健全、行为端正、有心修行者，以及愿意服从指导学习清净出家戒律威仪者，均可报名。经审查、面试通过后，将寄发审核通知书，安排报到时间。
报名方式请上网下载表格，填妥后传至 livetv.net@msa.hinet.net， 或洽询下列单位索取报名表，填妥后送至各地。欲参加者请尽速报名，统一会诊寄回秘书处审核。海涛法师慈悲置业秘书处，电话+88639899319，地址台湾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二十号 ，Line ID LiveTV 四一三，微信 WeChat ID LiveTV 五五三，名称慈悲置业海外联络，英国慈悲协会+44730001985 ，Email hello@ucompassion.org， 台北生命道场+88622550000，马来西亚海涛法师办公室+60643107190+60111063606， Line ID Haitao Office， WeChat ID My Master Haitao， 大陆联络电话+86137645996996，邮箱31033873@qq.com。费用 GBP 600英镑，定泰营住宿及三餐，不含各国来回机票及动态营队费用。录取通知，审核录取通知书于4月15日前寄发，学员收到后请依通知书内容携带应备物品海清漫衣准时报到。活动观察期，为使学员适应体验营生活，活动期间前五日为观察适应期，学员如有适应不良情形，得经开会决议后予以安排退营返家。下载报名表格网址如下：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及英国慈悲协会主办。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说经典的名称，还有译者的简介，接着就进入到了正说经文的部分啊。正说经文呢有八个部分，这分别就是序、实、卷属、因缘、问答、顺说和随喜这八个部分。所以昨天讲解了就是讲解了前三个，也就是序跟实
还有眷属。但是呢，在这个昨天有一个部分呢，就是王舍城命名的故事当中呢，有一段出自于《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个故事啊，那里面提到说，这个当时有一位广车国王，他的父亲是因为主张祭祀天神要杀生，所以最后整个身体都陷入到了地底。当时呢，我有点说错了，我没有好好看那个故事，就说错了。今天要该罚一下，这说错了，所以呢，就说成是说这个父亲认为不要杀生，但是其实他就是坚持要杀生，所以我的就把就是说反了啊，罪过很大。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是今天呢，故事的这个细节呢，就有一点很有趣啊。所以呢，就是刚好这里可以在这里就是顺便补充一下，这个坚持杀生的国王呢，名字叫做婆娑啊。他因为厌离世俗，就出家成为了婆罗门的仙人。有一天呢，几位婆罗门的出家仙人跟一些在家的婆罗门吵了起来。在家的婆罗门认为呢，依照经书，祭祀天神的时候应该要杀生吃肉。但是呢，出家的仙人们却认为呢，祭祀的时候不应该杀生吃肉。所以就大家就，争来争去的时候，出家的婆罗门说啊，现在有一个大王出家做了仙人，你们应该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因为就是我们说也没用啊，你们都不相信，那就请那个当过国王的那个出家人啊，他来就是说话，你们应该会相信吧。这在家婆罗门说啊，相信。然后出家婆罗门呢就说，好，那就我们明天就让这位出家的大王来做评判，所以我们明天一起去问问他。没想到呢，当天晚上的这个在家的婆罗门呢，他们就是偷偷的去，先跑去见那位出家的，这个大王啊，也就是婆娑。然后他呢，就是并且说了很多事情，同时就告诉那位婆娑说，明天侦查的时候呢，一定要帮我们。然后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就大家到了婆娑跟前的时候呢，这个出家仙人们呢，先发问说，这个祭祀天神的时候，该不该就是应不应该就是杀生吃肉的？婆娑这个回答的时候，就他说，根据婆罗门的法啊，祭祀的时候是应该要杀生吃肉。出家仙人们听到啊这样的说法，觉得很惊讶，所以就继续问到他说。先不要管这个律法是怎么说的，你自己觉得怎么样？然后这个婆娑说，我的想法是为了祭祀天神，当然要杀生吃肉啊。这个被杀的这个动物呢，因为祭祀而死的，所以呢，他会就是死后一定会投生到天道。所以那些出家仙人就听完这个之后呢，就气得不得了，然后就大骂说，你错了，你这个骗子。那甚至呢还对他吐口水说啊，罪人啊，你去死吧，就滚出去，去死。没想到这一骂完呢，这个婆娑仙人就从他的脚踝以下就陷到了地底下。当时呢，就是出家仙人呢，继续追问啊，追问说：“婆娑啊，你给我说实话，再胡说下去的话，你的这个整个身体都会掉到地底下去的。”婆娑就还是坚持的说：“啊，为了，他说这个为了祭祀天神，啊，宰杀牛羊等等动物的话呢，就是，并且吃他们的肉，当然是无罪的。”他是这样。这样一说完呢，他的膝盖一下又陷进去了。
所以就这样子一路问答到最后呢，这婆娑仙人既然就整个身体都陷入到了地底下，只剩下一个头露在地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位出家仙人呢，就是劝他说啊，劝他说，你看吧，这你就是因为骗人啊，说大话，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现世报啊。所以你赶紧说真话吧，说实话。虽然呢，你就是只剩下一颗头露在地上啊，但是只要你说啊，只要你说实话，我们有办法救你出来。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婆娑仙人在心里心想啊，他说：“我可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他已经做过这个国王的，所以就怎么可以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呢？就好像就没面子啊。而且呢，在婆罗门教的这个四部吠陀当中呢，就是都一再的赞叹就祭祀天神的功德，所以就算我死了。”我也要就是坚持杀生祭祀是无罪的，所以最后他就尽最后一口气的说，就祭祀天神而杀生吃肉是无罪的啊，绝对是无罪的，这样子。而最后呢，这个出家仙人们呢就非常的失望啊，说你真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啊，我们不想再看到你了。这一说完，这婆娑仙人就整个身体都陷到地底下去，不见了。但是无论如何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龙树菩萨的时代啊，人们都会就是依循着这个婆娑的主张啊，为了祭祀天人而宰杀动物。然而在人民在这个宰杀的时候呢，都会对着那些被杀的动物说啊，就对着那边说是婆娑要杀你的，可不是我呀，啊，有这样的一种习俗，要婆娑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所以就不要怪我这样子。然后至于后面的那些就发生的这些故事，就是婆娑的儿子啊，广车国王啊，就后面就搬迁的事情，就已经昨天的课程当中已经讲过了，所以就不用再讲了，不用再重复。那意思就是说，那个孩子呢，他觉得这个地方是他父亲就曾经就陷进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就不应该再留在这边啊。觉得很有罪恶感。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接着要讲的讲解是第四个啊因缘和第五个问这两个部分啊。所以讲解内容的时候，尔时啊，这个内容是这样：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地法之义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无愿体性，悉皆是空啊。这就是属于这个因缘的部分啊。再来就是问的部分呢，是时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白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萨约，这是问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先讲这个因缘的部分啊。然后因缘是第四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的第四个部分。这个呢，就是这个说在说明啊，形成这部经典的直接因素。这部分的经文呢，是从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啊，一直到呢这个观察照见无愿体性，悉皆是空之间的这个经文。那因缘呢又可以称为别序啊，这边的因缘又可以称为别序。
这是每一部经典呢，它自己特别独有的部分，和其他任何经典都有所不同。而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提到的第一个部分的序呢，则是叫做通序，那是所有的经典都相同的一个段落，所以就有这个别序跟通序的差别。再来就是我们每句话讲跟做个解释啊，尔时啊，尔时指的是佛陀开始进入萨摩地啊，准备说法的那个当下。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佛陀是不会主观啊随便的讲说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为什么现在佛陀却开始进入萨摩，就是禅定和准备说法了呢？啊，就是这是因为啊，当时的与会大众，他们的善根都圆满成熟了。佛陀就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因缘，知道啊，这就是说法的正确时机，所以佛陀就平等的啊进入了萨摩地。然后再来是这个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接着就是说这个讲解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的这一段经文啊。那首先呢，就是甚深明了三摩地的甚深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就是圣意空性。这里呢，在无垢有阿舍里认为呢，啊，他有一个就是有一部就心经的注解啊，他认为呢，这里将空性称为甚深的理由，是因为空性呢，它超越了一切经验和极端。同样的，这个小品般若经当中呢说啊，甚深相者即是空意。啊，接着又说到呢，般若波罗蜜多，甚深难见难解，毕竟理故。所以呢，从这里的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啊，甚深的意思是说它超越了念头和语言，所以不是我们所就很难了解的啊。而在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十地经论当中呢，透过这个极尽甚深啊，极灭甚深，空甚深而无相甚深等等九种理由呢，来说明甚深的原因是什么？就甚深的原因，他用九种理由来说明这甚深的因缘。再来是明了啊，明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有通达或者彰显的意思。当我们去看这个甚深明了这三个字的梵文的原文当中呢，就是说梵文的原文说阿瓦桑波达姆，它就有一个彰显甚深真理的一个意思。再来是就三摩地啊，三摩地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呢，佛陀呢就一直平等的安住在三摩地当中，啊，他是不会从法界中不会动摇的，一直安住在就是法界中。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叫什么空性当中，也可以说这样。所以呢，他自己呢并不需要重新安住一个什么萨摩地，但是呢在这边呢就是要所化众的一个眼中来看的话呢，佛陀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萨摩地，他们觉得好像佛陀进入了，
那些所化众，他们觉得还从佛陀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萨摩地，其实佛陀就是一直进入萨摩地。萨摩地当中的佛陀为什么要就是视线进入这样一个萨摩地的呢？因为佛陀借由这样的一个萨摩地啊，能够让当时以观世音菩萨为主的眷众们理解甚深的空性啊，或者说这个借由这样的一个三摩地呢，佛陀让眷众们了解到他的心意和他的世界或者他的境界。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佛陀的心意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佛陀的心意是除了他自己之外呢啊，自己和其他的诸佛之外呢，是无法被其他任何众生所理解，就是所了解的。连这些声闻读缘觉，甚至大菩萨都无法知道。但是呢，佛陀他拥有一个特殊的加持力啊，能够加持一般的众生，或者说他的所化众啊，能够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这就像是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要事当中提到的，那边说尔时世尊其世俗心作此心时，乃至从以皆知佛意。这个佛陀有一种力量，他起这个世俗心的世俗心，就是说啊，世俗心很难了解，不是说我们的世俗心啊，反正就他有一种力量，就是可以把连那些昆虫啊、蚂蚁啊那些都会了解啊，他会了解他在想什么。总之呢，就这里的就是深深明了三摩地，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三摩地啊，这样一种类型的三摩地。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谈谈这个三摩地本身啊，三摩地是什么意思？它是指内心专注于对境上的一种状态啊，或者说是一种集中精神的状态。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就三摩地有这个令心极静安住的意思。它是透过专注力和觉知力啊，帮助行者的内心不被外境所牵引，让自己的这清晰和稳定啊这两个部分呢。自心的这个清晰和稳定这两个部分呢，平衡的安住在对境之上。这个三摩地很重要啊，就如这个《解深密经》中提到，三摩地是大乘和小乘一切功德的根本。所以这个由此可知啊，由此可见，我们就是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世亲菩萨也在俱舍论当中提到，戒修胜如次啊，灭生天解脱啊，感生天解脱啊，对不起，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持戒和禅修啊，持戒能够帮助我们升天啊，你想去天道或者善道的话要持戒，禅修是能够获得解脱，禅修呢获得解脱，你想要解脱要禅修打坐禅修。所以呢，这里面就说就没有这个三摩地啊，连这个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欲界，别说是解脱啊啊，就处理就是没有办法处理欲界，所以这就很重要，嗯啊。
再来就是法治一门，法治一门这个，法治一门这个意思就是呢，这个法字啊，这个字在这个法的这个字在范围里面叫做达玛，达摩，就是应该说达玛，但是现在我们中文里面念达摩，它本身有。本身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啊，其中一个含义就是维持，维持，它是指一切的事物啊，因为每一个事，它指的就是维持的意思，就是它指的就是一切的事物。为什么一切的事物就是维持呢？因为每一个事物啊，它都有一种自我维持的特性。自我维持的一个特性，所以就一切的事物被称为维持。然而呢，在这里法治一门的这个法呢，指的就是佛陀的正法啊。就一般来说，这个法这个梵文的达摩有很多种意义啊，但是这里指的就是佛陀的正法，它具有一种殊胜的维持能力。刚刚说维持嘛，那维持它法有一种维持的意思嘛，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佛陀的正法呢，它具有一种殊胜的特殊的一种维持的力量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依照这个阿底夏尊者三世道的体系来说明的话呢，下世道的法呢，它能够帮助众生维持在人天道上啊，是人天善道而不落恶道。中士道的法呢，就帮助众生维持在涅槃而不堕轮回。上士道的法呢，就帮助众生维持在佛国而不落轮回与涅槃两边。所以呢，佛法具有这样一个很特殊的维持能力，那就是维持。就刚刚说是有个维持，本来是一般上来说，维持这个字呢，它指的就是一切的事物啊。但是这里指的就是佛法。那为什么佛法可以称为维持呢？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殊胜的维持的能力，所以就将它称为维持。接着呢，就是一门的意思啊。接着就是一门，就是它的意思就是不同的类型。所以呢，法治一门的意思就是法的不同类型啊，类如这个二谛啊、四圣谛啊、三学等等不同类型的佛法。由于这里的法呢，就是特别指的是正法当中的三摩地啊。就刚刚说，一般法是指的是一切事物，再来就是指的是这个正法，再来就是其中就特别指的就是这个三摩地。因此呢，法治一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指这个不同类型的三摩地啊。因此就是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甚深明了三摩地是某一种类型的三摩地。再来就是等入啊，这等入的意思呢，前面说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嘛，那等入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呢，就佛陀平等地安住在三摩地当中，因此称为等入。那平等的意思是什么？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就是想法吧，应该啊，这个平等有很深的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先不要说。再来就是富裕，这边的这个富裕，他的意思是说，不仅呢只有佛陀专注在这个深深的空性当中啊，
然后呢，观自在菩萨也进入了深深的见地，所以就是富裕的意思就是啥啊？不只是佛陀，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深深的空性当中啊，专注在这样深深空性当中，观自在菩萨也进入了深深的见地。然后再来是耳识，耳识就是说佛陀进入甚深明了三摩地的下一刹那，紧接着就是观自在菩萨安住在甚深空性的开始，所以叫做耳识。接下来是观自在菩萨，这很熟悉啊，我们的对我们一个熟悉的一个名称，就是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观自在这个呢，就是观自在是意思就是说，这个经典里面所称的这个观自在菩萨，跟一些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观音菩萨，指的就是同一尊菩萨。观世音这个名字呢，从他的救护苦难啊、利益他人的角度来取的名字。然后在这个观自在这个名字呢，就是这个法号或者称呼呢，则是就是从这位菩萨啊，证悟人无我和法无我，能够不刻意啊，自然自在观察空性的角度，也就是自利的角度来取的名字啊。观世音是从利他的角度来取的名字，观自在是从自利的角度、自身的功德的角度而取的名字。这个观自在菩萨呢，其实呢，就是一位仍然在修行啊，下一辈子就会成佛的一个菩萨。